好，做记录哈。有啊，有开始。你每次一定要记录，不然每次讲完都忘记。有，我有写。虽然说用不到，但是我觉得怕那个万一。那现在就是先瞧一下时间的问题。我28在宜兰，30拍东西这样子。28我在宜兰，30在花莲。花莲，我们要去花莲拍东西。可是那29要干嘛？你这样中间浪一天呢、欸？可是29你们就先回来啊，你们就先回台北、啊。你中间没事吗？我中间。有事啊，没事啊，没事，没事。那你会去哪？我应该回台北吧。那我们就一起回台北，然后隔天再去花莲。你们收好东西就先走，没关系。我再慢慢的。到时候再约。对对对对，好，那就时间就这样子嘛，好。好为什么突然在车上准备器材？有没有看到？我有看你们开会那个，为什么29号不让我们跟，对不对？对啊，明天一起工作，昨天一起工作，然后今天浪一天，究竟是为什么？有事啊，没事啊。所以你今天打算要来偷窥一下，刚好我有他的定位，我知道他在哪里。我们现在就去找他，好，看他到底为什么要瞒着我们。Let's go。他上车嘞，走吧，我们走。这台。救他！他左转是不是？对，他左转。哎、欸，他左转！我们追来不及。这个脚踏车很好认。对啊。欢迎收看《野人七曜部落》。今天是一个东区美亚的行程。我是王。好不容易有一个小小的小假期，所以决定要跟东区美亚本尊跟分身来一个小的轻度微旅行。但因为现在有点尴尬，是下雨了，这就是美亚的宿命。跟美亚出去就一定会下雨，就是这样哦。不管啦，反正下雨有下雨玩的方式。我们现在先相信一下自己本身有可能不会遇到下雨这件事情。用我这个村长本人的一个特性，太阳之子的能力，看能不能把太阳召唤回来。那我们现在要前往梅花湖。好耶 ，Let's go。骑个脚踏车，我们有带电扶车在后面。那他怎么办？我自有办法。走，出发。前面，你要太快了，看不到。我们刚才跟丢好可怕啊，村长想去哪？这好像狗仔，我的天哪！前面的那个天空好像蛮亮的，我们是有机会可以遇到停雨的状态。应该很常去那边骑。哎呦，这样问是一个陷阱题耶！我没有去过，都没有去过，第一次去。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去。我是真的第一次去哦。你那边假装。各位啊，要随时提防你身边的那一个人啊，因为有时候会在一个好像很无关紧要的一个时候呢，他就会来个陷阱题。这个时候呢，回答很重要，不要随时随地中了一个陷阱，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我真的是第一次去哦，啊，希望等一下会一切顺利，不要下雨了。要出去玩啦！现在到了梅花湖，人蛮多的。等一下戴上口罩，并且下我们的电扶车去梅花湖骑一骑。OK， 下车。我现在呢？兄弟啊，咱正常应该无熟识啦，应该是无缘无仇啦吼。有约会？原来这就是不让我们跟的原因啊。对啊。而现在我要下电扶车了，等一下帮 OK 下一个在这边，笼子吗？他的家，对，所以 OK 是你的车哎，有电吗？白痴哦、喔，我没那个，吓死！有，太棒了，天气晴，怎么这么刚好？我们现在在帮那个东区美亚架设他的笼子，等一下呢，就是骑着自己的电扶车去玩 ，Let's go。很认真哎，还有拍摄哦、喔。虽然他抛弃我们，但他还是有拍一些东西。他知道还是要拍东西。快，靠右！就骑过去了，差点没看到，好恐怖啊、喔！等一下，他们应该过来，吧？因为他们应该从那个那边出去吧？我看一下。出去。OK。现在我们两大一小准备前往梅花湖晃晃，希望 Pookie 会觉得很开心。他开心的时候耳朵就会飞起来。有，飞起来了，那是风吧？ Pookie 你开心吗？ Pookie 开心吗？开心。好多人哦。那这种骑是蛮悠闲，那里面为什么有一个那么吵的？你刚刚那个叫什么吗？鸳鸯啊？不是，姜母鸭。不是啊。
它的正名叫红眼番鸭。对啊，红眼番鸭。这样我们要比较可爱，好不好？马上来租脚踏车哦。哦，我可以直接骑走啊。可以啊。这台啊，它有电吗？还是没有？自己踩。这脚踏车。这有电的。出发，出发。到底为什么这么累啊？超好笑，因为它都是电动的，在那边吗？这车有朋友，这边有很多不同的路可以去。这边好漂亮，这个景，这个景。哎，这边好像可以来拍拍照。下来走，下来走。它没能量了，我觉得我们先拍几个。哎，这边，这边，慢点。哦，等一下。优惠呢？我们两个是太丑了一点。对，我们后面。很陡吗？有优惠，我天哪！这里还蛮漂亮的，而且你看那个湖，这些阿嬷真的很热情。有些人是想要去搭船，有些人是不想。在这个湖面上看似就是一平静，有没有？其实很多鸭子在上面走。那边有个吊桥，好像就可以去走，要不要去走啊 ？Let's go！ 我们现在就在人在那个梅花湖晃晃，肥肥一定很堵拦我，怎么可以把一个这么日常 vlog 拍成一个给他剪接的东西 ？OK 啦，肥肥，有时候要轻松点啊。这一集呢算是比较平铺直叙，小品啊，好不好？轻松轻松，再次出发，出发喽！有事啊？没事啊。晴朗的天空，凉爽的风，还有吹。有优惠，我天哪！这边有一个那个桥，但是因为太多人了，就不想去了。哦。你要去啊？对。好的。想去。你竟然会想去这种地方？不会走中间比较对称哦，对。哎呀，他屁股超歪的，歪屁股的 Pookie。大家看到我现在这个身上这个偏绳吗？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它可以当然是用一般的绳子，也可以这样扣这样子，然后变成这样子背的，这样你手上就可以再做很多事情，而且它也不会离你太远，我觉得还不错。是他们吧？是吗？是啊，就是。好开心哦！结果我们这边玩得要死要活，好像一个企鹅，那边有只很像企鹅的鸟。有，你说里面这只吧，像企鹅哎，超大的鱼飞过来，哦，这只，哦，这边还有一只，好肥哦，超胖，可以坐了，它又露出了网美笑哎，很会拍照哎，哈哈哈哈哈，拍不腻哎，很可爱，不要压力啊，那要拍我吗？不要，完了。太糗了吧！等一下，哇塞！你不要发炎。啊！各位，一个好消息，我们跟不上，骑不赢电动的，现在要赶快回去停车场还车，去跟他们下一个行程了。组长，你很棒，好男友，赞！哇，在哪里办？旁边啊，旁边那个吗？超近的，那个车那么显眼，那你要去哪里啊？还要去加油？阿美加油在干嘛？拿下来了！他躲在这车上，哎，别发现我，别走！是吧？等一下！哎，等一下，躲一下！车窗是黑的吧？不要走过来！哎，等一下，躲一下！去厕所啦！好恐怖哦！还以为被发现呢。村长不能做坏事哦，全部都会录起来哦。走了，保持距离，小心，不要被发现。好，我们现在呢骑完了车子之后呢，要去下一个点，就是古仓。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小景点，但是呢，这是有一个含义的。因为我们在找景点的时候呢，东区梅亚就马上发了照片给我看，说可不可以去这里？他很想去这边拍照，送给我们的剪接师肥肥。以前是肥料的仓库啦，铁门外面有一个肥的字，就觉得蛮有意义的，蛮可爱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决定。去那边拍张照，拍完照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今天的住宿的地方。你以为是高级饭店吗？没有。其实我胃口也没有那么大。再帮上次红系诺亚平反一下嘞，就是去补过上次没有过到的露营的情人节啊。好，走，出发。
带上你这只小跟屁虫。小跟屁虫。小跟屁虫。也是蛮酷的，等一下也可以拍一下。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在那个他家拍那个院风旅游，他带美亚就来这种地方，他带我们去他家阳台。村长啊，村长。我们现在到了古亭古仓了，小胖子自己跑到肥的这个字前面，小胖子坐下，来看我。叫哎，有没有笑？不爽。你不笑？很不爽。不可以笑。好啦，你不肥，你不肥啦。你好可爱哦、喔，你最漂亮了。好晃我，晃我，晃我。哦，帅，帅，第一次跟肥肥合照，好开心哦。超屌的，我刚刚发现了这边呢、啊、有一个很酷的野人七号部落，七号，其实有八号仓库，我去拍八号，八号哎，走，帮我拍张照，我去晃晃。的路上也太艰辛万苦了吧，不好开哎、欸，真的不好开哎、欸，而且现在是有点那个下雨嘛，它那个地很滑，所以要真的要小心哎、欸。开来这里，我们要去露营了吧？要过夜，所以我们也要过夜。那、有位置吗？想现在是有点跟丢了，应该这边不会跟丢吧？打滑喽！都没人包场，好开心啊！哇，真的是笨蛋才会现在来露营呢。OK， 我们现在已经人到了这个营区了，然后我想带大家去认识一些有的没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哈。来开门，有人走，有人走，有人走，快走，快走，来开门。给我开走！你要开去哪里？我就问你嘛。怎样？怎样？你干嘛跟踪我？我的 dating 日被你发现了是不是？来，你怎么都知道？我从火山爆发季的时候一开始就知道了。来，我是 Kid， 对不对？我出来十几年了。如果后面有狗仔，我会不知道。我故意拉远一点距离。来，第一个，你的车是租的。再来，我都给你暗示说我都知道你们来了。在那个加油站的时候，我又都要车是黑的。我真的以为你要走过来，已经发现了。我早就看到你们，你们怎么可以停在一个这么烂？你们在跟踪。我们以为你要去加油。对对对，但是如果你们是停在那边，我跟你讲，可以被我发现一百次。我要去尿尿说，我靠，这群人很屌哎、欸，怎么可以就是在这边光明正大停在路边？脚踏车我就不想讲了，脚踏车在那个梅花湖的时候，两三个龟头在那边这样，你们看什么？在那边闪闪闪，在闪什么闪？还有，雨很大、欸。我跟你讲，不管，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看我的那个车子的反射后面有两个三个人？哦，咋扣？然后到底是咋扣还没发现我？发现了，我早就发现了。你们到底要干嘛了？没有啊，因为我们不是说好了明天还是要去拍摄吗？我们就想说你到底为什么今天不让我们跟？我今天好不容易就跟我的东区梅啊有一个中间小空档，你们也不放过我吗？那你都不讲啊？对，你不讲，你讲我们就不会跟了。你为什么要跟人讲？啊，因为我们明天还是要见，昨天也是要见，我们就想说今天我们就也见吧。打牌。我最后就要抱怨了一下，你都带东区梅啊去那么厉害的店，然后我们的员工连在你家阳台。对啊，是，一开始东区梅啊，你们是，我们是什么？你们的员工。好，那我就问你们，你们刚刚我们在骑电瓶车的时候，有发现我为什么要绕两圈吗？你们以为真的梅花湖就让我那么开心要绕两圈吗？我是在折磨你。我就知道，我们踩到脚踏板快断了。还有一个，我车在下面打滑，我没有拍到啊。哦，你们拍到？有啊。哦，好意思哦。这群人都已经在这边还不来救，你是要看到我车滑山谷下surprise 这样子吗？你觉得有谁会半路飙车的时候在那边弄弄弄，有一台车跟的就差不多两公尺那么近？因为我的敏感度，我会不知道吗？还有你们要派跟肩的，可不可以找 OK？ 哎，没有，你不要太明显。
你目标比这个目标明显，你觉得嘞？我今天要特别乔装一下。你要乔装？这外套要穿起来。你们车子应该出黑色或是灰色，太明显。所以你们又花了我们的制作费租了这台车来跟监我。我们会报账哦。你们今天要跟我？对啊，我们的任务就是跟你一天啊。不好意思哦，不好意思。Hello Pookie， Pookie， 你们是不是刚刚看过他？有对不对？没事啦，你喜欢嘛？没有用小美人混在一起。我们一天没见你，我就思思念念。不可以再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可以啦，走啦，进去 check in 啊。check in， 我就看你们要跟多久，看你们够跟全程。我真的蛮好奇一件事情。你们这样跟嘛？你们有想过说我是在露营区吗？我们没有想过你要过夜。对对对，我们什么都没有带。那你们要睡哪里？我想说，我们大家还是先走好了。对呀、啊，你可以走啊，你现在赶快走。我不要，你越叫我就越不走。你们要不要干脆去租一下露营的东西？没关系，不用你担心。哎呦，哎呦，这真是你讲的，不用我担心了。OK OK， 他不用，我要。我个人是觉得你们要不要现在下山啦？附近找一个民宿住一住啦。不要，就是有骨气。哦、我就来看看你的骨气会延迟到什么时候。很屌嘛，跟车嘛，还以为真的是我都没发现。很屌，很屌，你觉得好屌，屌爆了，屌爆了哦。请问一下，哎，太近了吧，我吓到哎。请问一下，你挂在干嘛？哎，这你的旗子。不是啊，为什么你人到骑到？你车上为什么都那么多东西？对，我们摄影车什么都有。你有带投影机吗？有啊，投影机也有。有啊，幕布也有哦。你有带灯吗？有啊。我就说摄影车什么都有哈，音响有，大的手拉，可以组织那种。不行，麦克风坏掉还没修。我们怎么睡觉没带，然后带一堆可能用不到的东西，现在都用到了 ，OK 吧？你们要不要去访问一下梅亚，她心情是如何？她心情可能不是很好。觉得如何？没有，我觉得好像平常就是这样子哦，永远都这么多人。没事啦，就是大家一起来，反正我现在讲话是很开心，但是。你们看不到我的脸很臭。哎，珍妮，其实早上我就知道你们在跟踪我，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就想说我的 dating 日已经毁了，我马上就找大头来。大头，嗨，我来了，还带脚，我来了。我其实蛮喜欢这件事情，就是弄我，想办法弄我，我觉得蛮好玩的，蛮有挑战性的。只是说你们的手段太拙劣。我第一次啊。要不要强一点？你们毕竟也是一个时刻影像工作室，时刻影像工作室，我在这边正式的挑战你们，强点 ，OK 吗？而且你知道贴心什么吗？我叫大头，准备你们晚餐。哇塞！哎、欸，我来了，什么意思啊？所以你们今天晚上的吃喝不用担心了，烦死了。泡屁呀、喔！谢谢，谢屁呀、喔！哎、欸，我来了。我希望你们有一天，要么就整到我，要么就拍一个什么东西让我惊艳，好不好？时刻加油了，今天晚上就一起 party 啊！像很委屈耶、欸。不是很像，这有点小小委屈哦、喔、，baby， a little。好了，就这样喽。你看他才委屈，你看他委屈。看不到，大家看不到，我的表情就大概跟他。他今天太开心，然后跑一跑，觉得你好像小扭到一点。Hello， 怎么还有？你们看我应该要开心才对啊！今天有带那个小惊喜给你们，厉害的，我没看过的，给你看魔术方块，好，空瓶子没问题，仔细看，一、二、三，跑进去了 ，surprise， 蛮屌的，但是怎么来？我来跟你们一起玩吗、啊？怎么样？只有你带朋友是不是？我带朋友来，厉害了吧？让我惊艳。这局是怎样？这局是大家互相来比朋友多，就是我带个朋友，你就要带朋友。这真的哎，这怎么进去？那个，你可以再弄一个吗？对啊，那就要拿出来。拿啦，不是我，是不是？我就学怎么变进去，就学怎么把它拿出来。我还有准备一些东西给你，因为平常你可能都觉得，哎，我来野溪就是蹭饭，我今天做饭给你吃。他参与戏，他参与戏。算了，我跟你讲，我今天跟梅亚拍谁啊？今天跟梅亚的约会其实就算了啦。就算了，我们就改天，我们很多时间了。今天就让他们来，就在那边弄啦。反正我带个大头嘛，你带个结尾者，真的很有心哎。时刻影像工作室很有心哎，让我起起眼。你先做个饭，如果我觉得好吃，我们就是一笔勾销。知道为什么平常不做饭吗？
我怕我坐下去之后，以后你都叫我坐了，我就不能耍废了。意思是说很好吃的意思啊。各位村民们，我觉得就算了吧，今天就是这样啊，反正他们就算搞来搞去的啊，随便啊 ，OK 的。那我们就去看脱稿玩家好不好？拜托，让我看一下脱稿玩家。Ken， 我爱你，我对你付出真心，不会漂浮不定。你要为我再想一想，我愿意爱你一万年。Surprise！ 我做一个不够，我带两个。林尼诺，你们真的很无聊。你们真的很无聊哎，那他怎样啦？我给你一通电话就好啊好啊，就来了。是你就一定要来啊，然后来吃一下捐者煮的饭。各位观众，我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搞成这个样子。其实我今天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因为我们知道你都非常的忙，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拍 Disney Plus。去哪里？你要工作？对啊，今天要工作。你被业配了。我才是最终极的 surprise。你拍哪里？我会被打吗？你被业配了。不是你要业配，你可以直接跟我讲，我可以有花时间来给你业配。真的，我因为你太忙了，我们找不到时间约你啊。今天要业配什么？一天 Disney Plus。Disney Plus 呢，我早就已经研究过了，因为在你们还没有完全来业配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OK。这是一个很敬业的人，我可以转个方向，就来跟大家业配这件事情。厂商 OK？ 我们已经背过了啦。难怪我小时候怎么会带这些，什么布布，这么大片都能跟着你，就是为了现在。让我惊艳。你以为我很闲吗？这一次要感谢 Jenny， 就我不用那么的累来想这些什么企划，你帮我想完了。那你刚才还在那边不开心？忙当中，我也是要有一些自己私人的时间，艺人不是圣人。可是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有在考虑说，到底什么时间要来拍这个 Disney Plus 的这个东西，一直找不到时间。因为最近年底到了，我又要接跨年，又有一个演唱会要弄，其实我真的是熬不出时间。但是事业再多，都还是要顾及到自己的私人感情，这是我自己认为要放一定的比例在里头。我本来想说这一天就是好好利用一个工作跟中中之间三分之二天的时间来度假一下，结果就像被你们，不要说破坏，就是说谢谢你们啦，在这个时间还找到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状态，让我来做这件事情。Disney Plus 的这个工作我早就已经准备好，既然做好了功课，我就好好的来跟你们推荐一下 Disney Plus。其实现在我们在录影嘛，它就是可以去下载一个离线装置的方式，在野外去播放，等于说大家可以同乐的状态下，我觉得这是很棒的。那你会问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另外一些好的地方？其实当然它的片源全部都是来自于迪士尼的所有的这个片源之外呢，我觉得它最棒的一点是买一个账号，它可以七个账号，它同时间呢可以四个装置同时播放，所以你说是不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个 app？ 而且我觉得就是 Disney Plus 在说要业配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开心的。他在还没有说要业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早就已经买了，菲菲就已经是为了所有的就是工作室的所有的朋友，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专属自己的账号，甚至可以设自己的大头贴。那他的大头贴就是有100种 Disney 的大头照可以让你去选择，另外他的每一个账号都可以自己去设置密码。菲菲至少在这个我观看影片的这个内容，它可以完全没办法介入我。虽然说我们是同一个 ID， 但是我们就是有不同账号嘛，所以我在自己的看片习惯，肥是不会干涉的，我可以自己设置自己的密码。所以我的账号是叫做进得来就给你吃，自己可以设置自己的名称，你知道吗？然后有些人他们很北蓝呐，就给我弄什么东区梅啊、红树线，还有迪尼诺，大家一起全部在这边看 Disney Plus 的影片的时候，我觉得是蛮爽。你们还买这个、喔？你用心呢、欸？用心呢，把好吧，这里。很可爱的，该不会还有更多吧？真假的？你带那么多干嘛啦？好可爱哦！啊，坐这里啊。还有一个更用心的，我怕你会冷。哎呦！哇！怎么样 ？OK 吧？好啦，其实我不气了啦，我也没有气。说真的，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用心啊，谢谢你们。我最近时间是真的满满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不出来什么样的时间可以拍这东西，你们也不会一直打扰我，远远的拍而已啦。你们平常也不会说，哎 ，Kid， 你到底什么时候有时间？你们跟
Debbie 是弄到就是整个就是焦头烂额了，我自己也知道，就真的找不出时间。感谢你们啦，好不好？感谢你们啦。那可以开片了吗？可以，任务结束。揪起来，揪起来。那我就真的要放松喽，好，放松喽，一笔勾销喽。握手言和，真的没有生气哦。我真的不会生气啊，抱一个，爱你啦，真的爱你们啦。最近我其实有四部影片，我蛮想看的。刚好是在很忙的过程中，我有四部蛮想看，一个是《脱稿玩家》嘛，一个是《灵魂急转弯》嘛，《鹰眼》嘛，一个是《丛林奇航》。我其实都已经下载下来了，用那种离线的方式来看。那今天可能可以看两部啦，没有像平常那么多活动这样，我们就好好的看片。OK。OK。明天还要回花莲吗？要啊，明天要拍耶。好累哦。全部都是为了村民们。所以我们有总共有几个人？好难过，没事啊，我们陪你。是啊，OK， 大家好，我来了。打牌，哈哈哈的雏形。致歉，我们今天不小心的打扰，所以我特地扮成迪尼肉来给你看一下。这里哦，无数啦！那你必须来一下，你这样蛮美的。最后有一个肥肥要准备给你的惊喜，真的是野气叶佩迪士尼嘛，所以你要扮一个角色。这是我的私人行程哎，来不及了啦，快点！可是你扮乌苏拉好可爱哦、喔，这是要充气的、喔，赶快对啊，好可爱、喔！赶快去扮艾丽儿。你有买下来吗？没有啊，我买给你。不要啦，你有事哦、喔。那你先去穿这个。为什么？因为肥肥说你要穿艾丽儿，你再次被叶佩了。哒哒哒哒哒。你知道为什么说艾丽儿吗？因为跟乌苏拉是一组的。你就是来被我欺负的。让我对我该跟你道歉，我觉得不行，我收回，来不及啊，你已经倒了。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乌苏拉。来，就是我们的 Ariel。Ariel， 我的约会是不好的。我要以后我真的不会告诉你们任何行程。我知道你们在跟我的时候，我就会下来，好好的骂你们回家，叫你们回家。你开心？哎，没要开心，这样 OK 吧？要开心。上最美的约会是你最美。我被搞成这样子，我就一个帅帅约会，就弄到这样子，自己别弄，唱首歌。让我们闭上眼睛，数着天上的星星。也许你会嘲笑着以至于啊唱一场游戏，还不要张开眼睛，只想好好看着你，才能下一个最后的决定。不如我们就一起唱吧。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喜欢你，在我的世界没有氧气让你呼吸。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喜欢你，就让我游来游去，然后把你忘记。赞赞赞赞，肥肥赞。我的约会非常的圆满，我连我现在要业配了那个 Disney Plus， 我想好好看完它也看不了，就一直有很多节目。最后了，这真的是最后了，我可以把它看完了。可以。乌苏拉加一套是什么？没有了。没有啊，这套真的很不错哎。真的吗？哎，你露个乳沟给大家看一下。你确定 ？Oh my god！ 坏掉什么啦？好了，你就穿着这个继续看影片。用牛洞抚慰一下你受伤的心灵，是你弄的？我弄的，蛋也是来这边才弄的。真的假的？蛋怎么弄的？就用温水去煮。哦，真的会耶！好猛哦！做
一些东西让你开心吗？哎、欸，吃要顾一下形象，要顾一下形象。很好吃耶，很好吃耶，可以吧？而且肉是用牛小排，但是你才有牛小排，平常在家的都是牛胸。好吃耶，好吃啊、哦，嗯，多吃一点，多吃一点。我们去卸妆了，好不好？我会把《多少玩家》看完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怎么样？可以吃，好好吃哦。我要脱掉。我饿了。Disney Plus 上面有多元内容，满足大家不同的喜好与兴趣。户外露营没有网络没关系，可以事先下载好离线内容。Disney Plus 里面应有尽有，有11月24日刚上片的《鹰眼》，《风铃奇航》适合野人冒险。近期爱情喜剧《脱稿玩家》以及《灵魂急转弯》文型动画片，快加入 Disney Plus 吧！大呼小叫，大呼小叫什么？烦死了！去看一下。啊！一个早上起来在那边玩乌苏拉，你他们就是来回来回，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干嘛。来了，来了，又来，大家干嘛？你们走！我的天哪！来了来了！这是我们这一期的野人气象部落，搭配着乌苏拉认真的造型，看着这个 Disney Plus 的这个影片，破坏我约会的一整天，五味杂陈啊，太多情绪在一起，我实在是不知道这一集是在干嘛，但是我觉得这一集蛮好笑，就是蛮开心的。好，来，我们邀请乌苏拉，真的蛮像乌苏拉。好啦，野人气象部落，下次见，拜拜。